都设置好了，我们出发吧。右转。右转。请注意您的时速。前方右转。右转。前方左转。左转。好的，让我们再计算一条新的路线。没事，我会再计算一条新的路线。重新计算中。
左转。前方右转，右转。请注意您的时速，在环形交叉路使用第一个出口，使用出口。靠右，然后右转。右转。左，然后左转，左转。Thank you.
继续执行。请注意您的时速。使用左边的出口。右转。请注意您的时速。
请注意您的时速。继续执行。请注意您的时速。
左，然后左转。左转。前方左转，左转。前方左转。左转。我们已到达了旅途的终点。